司令，莫上。哎，玄林。 这是，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。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，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，双儿的芯片也要上了，必须先把欠款结清。人我带来了，你安排一下。我安排什么？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？是，本来没有关系，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，大华公司欠的钱。 由穆家商会承担。凭什么？这个东西，这个钱该还上就行。没有凭什么，我只是来通知你的。有钱也不能乱花。我问你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还？因为双儿的新戏要上了。 不还钱就上不了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，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其他的，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。 想过，我要是这次给了钱，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？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？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？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。我懂了，在穆家，我说了不算，对吗？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 讲道理！我上海堂堂的司令，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？真叫我吃软饭的了！